好，今天姐姐要来开箱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一起梦幻花园啊，哦，来我们来玩吧。这个应该是个蛮特别的娃娃组吧。这个也可以种花耶。哦。好，它有几个道具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这个是主角，一个小妹妹。然后这个是一些种花的道具啊，这个是它的城堡。啊，城堡，这个是它的城堡的底座啊，基础。这个是胶水，然后这个是，好好好。啊，这个就是要把里面干掉的泥土拿出来。好好好，好，那你来煮吧。啊，都给你一个人用啦，你已经长大了哦，应该会自己全部组装起来了。好，垃圾给我吧。哇，我这边好多垃圾哦。好，给它组合起来。还是你要请弟弟帮忙，弟弟很会煮东西。我找到种子了，你看，看到了，这有说明书。它应该不用说明书就可以直接煮了吧？那对姐姐来说很简单。说明书不一定。说明书就是为了练习，那个是底座，那个你这个，哎呀，都不好，他是自己尝试啊。嗯，他说明书也是一种学习，好，是为了啊，也可以做。好好好，姐姐，你这个没有合起来，你这里也要给它掰起来。我这个没有办法。你要合在一起之后大力压。他自己会用。好好好。那你帮我用。好，帮你煮吧。好，煮起来了。嗯，可以的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种子。好，看一下。泥土在这里。这有说明书。好，泥土哦。哎，这个泥土，等一下，这个泥土发霉了哎，你要用这个泥土吗？不知道，妈就叫我用这泥土。那上面是化肥，那没有发霉。哦，那是化肥，不是发霉。那你真的要装在上面啊？对，是爸爸妈妈。爸爸帮我装。对，爸爸会装。哦，好吧。那，你帮我把那个树枝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不起来，哎，可以，拿起来吗？嗯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这个玩具，这个玩具为什么还要种树啊？算了，这个，我们再找时间找泥土玩，来用好了啦。我们先不要用，我们先，因为它这个干掉啦，这倒不出来。因为爸爸不会，是不是？那你请妈妈帮我用，请爸爸去买泥土，去那么近。你说，爸爸去买泥土。啊，好，去买泥土了。那这个在哪里买？好，那这个花园的话就先开箱到这边了。以后就是长这样子，哦，然后我们之后再来玩。好啦，没办法，没有泥土。